那个小麦上面看到有红色的那个 indication，哦，红色 indication 啊，我看看啊。哦，那个是我放那在没那个 Blackwater 那个衣服店门口的红色的。有？不是，是那个有坏人，你要打坏人的时候那样子的红色，哦，真的啊，我没看到呀，现在没有了。我是有一个 player 从我旁边跑过去了。Anyway，对，我现在 bounty board 先选一个小 bounty，我们来 tier 3的。哎，有一个什么什么那个 shepherd 什么的，哎，你看出来了。哦，那个是我们开始有 bounty 了。我的意思说，就是那种东西。哦，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有没有要买的东西。Never mind。哦，shit，已经在倒数计时了，你看到了吗？呀，哦，有我现两在才个人。看到。在哪里啊？我操，跑掉了已经。我马来了。出发了。我这样怎么出去啊？哇，我跟贝里刚刚在里面，我们一家人，两个女儿都很渴，很渴，渴的一直在买 drink 在那边喝。因为呢，之前我们去那个 Honey Pig 吃饭，我靠，他妈那个吃完之后就一直很渴，然后可能放很多味精，你知道吗？Oh my god！哎，那你两个，你们几个人吃了多少钱？在 Honey Pig？我不知道哎，不少钱吧？我每次去都是都100多块。你放哦，对，就是哎，前面呢，我想看啊。前面呢，左边那个骑马的是 bounty，前面最前面那个车子坐在左边也是 bounty，后面这台车有机关枪就要小心了。我先把那个机关枪的干掉。只有一把吗？还是前面那个？追前面那个，OK，Body 都在前面，所以，所以 Body 都在前面啊。对，两个 Body 都在前面，所以不用管后面的。那是要射哪一个呢？我们应该抓他们，不是射。要拿出你的小拉手来射他们。我射嘛。哎，有一个跑掉了，跑到哪去了？啊，不管这里了，啊，先抓前面这个。那还有一个跑去哪了呢？哦，两个都在前面。
吃点药。我靠！出车祸了。后面来一个人，加西帮我干掉他！要我 ！Oh shit！ OK， 我的马不知道干嘛跑掉，放你这边。还有一个家伙呢？还有一个家伙呢？在那边还有，下面还有一个。你绑我啊！那个不是我啊，佳琪啊，那个不是我啊。哦，是那个别人。赶快起来，佳琪！那个死马撞到我。我帮你送过去。时间还没到啊！时间没到，不管了，这边太多玩家了，发生了，你知道吗？把我们干掉！反正这个只是小小的那个帮底，一直可以一直 pick up。不错了，还有58块。因为我的马已经跑掉了，刚才那个人好好的绑你，操他妈的！我以为是你，不是我，我把他打死了。后来，哎，这边不是有bounty吗？啊，是啊，可是我去拿子弹，小心！我每次就习惯做完一个bounty就稍微去补一下。因为碰到像那些的帮体的时候，子弹经常就是还是要跑去拿。
拿好跟我讲一声，我家就会变 pick up bounty。Oh, I'm sorry， 我已经拿好了。哦，拿好了 ，OK。这样。这个呢，做这个，这个好像我们做过，没有广告。这个我好像没做过。哦，这个好像是那个家伙，他是 sniper， 他躲在一个 tower 上面。然后我们跑要从一个斜坡要往山坡上面跑上去干他。哦，那个不是，那个、好像是 shepherd 的。哦，我做两次 shepherd， 就到最后就都不了了之，都是时间就没时间了，或是我不想玩了。This little son of a bitch, Cecil Tucker. His crime was cowardly, killing good folks in their sleep, and he's been a coward ever since, running off and hiding out. But I'll tell you what, if your crimes are heinous enough, they're gonna catch up with you. I hear he went to the Lemoyne Raiders over near Fort Brennan.Oh. Hoping they'd protect him, and most probably they will. Up to a point. They fancy themselves guerrillas, this bunch. Oh, this so I've come ready this for this underhand this tactics of some sort.这种往上面攻的地哦，其实是很难的。他在越高的地方，他在 high ground。Off you go, you got the idea. 被看见了。你可以说我是故意的，你也可以想说我不是故意的。把他干掉。我用斧头飞斧把他干掉。让我来杀。Oh, OK。小心他进去了。没有三个。还好没事，他们只是骂骂而已。哎，出来一个。那走在我这里的线。Take a good look over that way. Damn you! This fight'll be your last. We've got income. Hold the fort, boys.不知道是你射到还是我射到，是你射到，不是我。但是好像没死，他没死，好像没有，他没有死，还是司令吗？现在死了。
哦，我知道这个了，这个有很多人会四面八方冲上来哦。这个我跟欢欢做过两次。要进去找那个家伙，好像。好像躲在一个地下室 ，somewhere。我记得是在一个地窖里。如果记对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改变位置，因为它有时候不同的。difficulty， 他就会把东西调整的不一样。啊！早来了，四面八方家里都被包围了。Ryan, watch my back.小心钢子在外面了，他来了。 OK， 那就不射了。不是不是，在右手边，你射边射没问题，射不到他，看到没有，他在 right hand side。啊，但是 I don't 看不到清楚，是乱射，所以现在不能乱射了。他没有跑到门口来啊，你怎么样门口射他都射不到他的，他在很远的右边。我可以射到外面去啊。哦，在那里我看到了，我知道你讲什么。他好像在马车那里，上了飞。不敢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我操，什么东西啊！
哦，佳琪真的马上回来。好多人哦，将近十几个，小心！放了绳子，为什么打他呢 ？Fuck man， 我明明拿了 lasso 再绑他两次，最后为什么开枪打到他呢？而且还是拿 powerful 的 shotgun， 简直是 bullshit。OK， 你把他杀了？对呀、啊，我跟你讲，我根本没有杀他，我把他绑了两次了。OK， 我绑了他两次了。OK， 啊、oh, ，我 give up 了。Fuck man， 我们再试一次，我把他绑了两次了。OK，what、okay? the fuck？OK、okay?。然后呢？第三次我又把 lasso 拿出来，因为他旁边围很多人，我把他拿出来，结果怎么会拿到 shotgun？ 我又没有按八号，八号是 shotgun， 我只是按我的那个什么那个 tab 而已 ，tab 就是我的那个 hotkey 给那个 lasso 的，他居然会跑出来 shotgun 把一枪打死了 ，that's fucking bullshit！ 不看你要不要重打一次了？操他妈的，神经病哦！打的话，我们就要死掉啊！对啊，自杀啦！他妈神经病哦，这个简直是太离谱了 ，OK， 真的是 fucking bullshit，OK、okay?。我根本从头到尾，我怎么可能拿香港出来呢？他妈的！我的 tab 一向都是 lasso， 我明明按 tab， 他最，而且我 lasso 拿出来绑他两次了，最后太多人围着他，我只好 let it go，OK、okay?。哎，又是搞这个花样了，太好了！那你已经抓了，哎呀，我就希望我的马赶快来呀、啊！我的马，哎，我的马跟你的马都到了。对啊，太离谱了！我抓他两次，第三次我按就变成他妈瞎杠了。我心想 ，What the fuck？ Shit！比较简单的，对啊，因为才两个 star 而已。打完这之后，下次就变三个 star， 再下就四个，最后是五个。
我还是刚刚还很高兴的，他一直往那些人群冲去，我就抓他两次，我都必须要 let it go。第三次他自己冲过来了，我打死旁边好几个人，我还很高兴的。然后赶快换拉手，居然是拿shotgun，我都不知道，一按丢出去就开枪，一枪把他打死。而且他死的这么容易，一枪就死了。哦，因为他这个是简单，所以他还是就是你死掉 restart 的话就变成是活的。对，而且他给我们另外多了两个 life。应该只有三百多块吧。I want the EXP better. I want the EXP better. I want Yeah, 就是乱花钱呢、啊。哎、欸，307块，不错，0.96个够的，2217个 EXP。哦、oh, ，level 30的。Okay, good. 再去 pick up， 然后，哦，先去拿那个叫什么？又有人在开，哇，好多个人哦，那边玩家，七八个人，五六个人，不知道我会不会过去。哦，没有那么多人，六个人。我不要说 Patsy， 把我们两个全干掉。哦，不止，又来了，四面八方。哦、我上你的马了 ，sorry， 你的马在这边。我的 baby boy。我骑在上面，好像你叫马就没用了。对啊。打得很激烈，我们要跑去那边就送死，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谁是谁，你知道，就开枪了。他没有红色啊。是啊，但他们在干架。I don't know。又死了一个。你怎么看到他们在干架呢？你看，你听着枪声嘛，他们跑的那个，你按 map 的时候，他们跑的那个形状，那个不规则的跑来跑去，一直在原地那边绕圈，你就知道他在开枪了。啊！哎，有几个坐好像 fast travel 跑掉了。哎、欸，这边又复活一个，又来回来一个，可能刚被打死。哎、欸，又是五个人了。对，他们都被打死了，然后就停了。OK， 我们应该可以过去的，嘉琪。就是 get ready。反正死掉也没有扣钱，也走了。来，不会像那个 Borderlands 3那么残忍。啊，又开枪。Sorry。
上次上错马也被人家干掉。哦，真的啊？啊。哎，都走了，可以了，嘉琪。去偷车去拿东西。去了。哎，这么马怎么藏在地上啊？被打死了。Oh, welcome back. 他没办法 revive 哎。这又不是你的马，怎么？哦，你可以 revive 他，他死掉了就不能 revive。不是死掉，他就在那还在动啊。那你没有 revive kit 也没办法救他。哦、oh. ，对我像我跟欢欢上都带好几瓶 revive 那个 revive kit， in case 我们的马受伤就可以 revive 它。You are gonna behave like that, you'll have to look somewhere else for work. 我拿了，佳琪。佳琪。哎。嘿，我说那个 bounty 我 pick up 了。啊。等一下下，我那个修枪。Oh, OK OK。哦，对对对，我忘了，啊、我也修枪。Good to have you back in the shop, Miss. What can I help you with? 'What has happened to that weapon? You need to give it a little care.这一把枪都没有坏，弄好了。呀、yeah, ，没有，我现在修枪。Care for that weapon if you want it to do you any good。都只有换一把，不管。其实我想弄两把枪的，但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两把枪。啊，你要买一个那个叫什么 host 啊，就可以了。你不买 host 没有 host 没有用的。Look at the state of that weapon. It hurts me to see.你说 host 是不是？对，那个 host 什么的。Oh, no. 但是我之前不是买了吗？那你要背上去啊。Rifle， 等一下，我是 accessory 嘛，对不对？对啊，你要到那个换衣服的地方，然后对，把那个东西放上去，放上去之后呢，然后呢，你就可以买两把枪了。等一下，我是。哦，我买的是 gun belt， 我多买了一个 gun belt。gun belt 没有用，对，你要再买一个那个叫那个 host。任何的都可以吗？任何都可以，它在减价。那个骷髅头都在减价。没减价。骷髅头减半价。Holster 没有 ，Holster 没有减价。啊，那就 over 了。那个刚好那个，你说那个骷髅头很好看，那个在减价，但是。可能 over 了哦、oh, ，对，没错，到23号，哎，不，26号，26号，就是昨天就 over 了。OK， 我买了。然后呢？然后你要穿上去啊！哦，天！哪里穿？哪里穿上去啊？
你要找一个地方把它穿上去，还是你看你现在身上是不是有两个枪套？你看一下，自己看一下，看你自己。好像有哎、欸。有啊，那就可以对，那你就是 hold 住那个，就是那个 tab， 那个 dial 不是出来的吗？你的十二点方向应该是两个箭头朝上。哎、欸、呀，我只有 item， 好像是在这里面的原因吗？对，在里面你没办法弄枪，你要走出来。现在那个枪还没有啊，只有一个，有两个箭头转圆圈这样子的。对对对，就两个箭头，你把那个你的 mouse cursor 放在两个箭头上面，就拿两把枪出来了。没有啊。你只有一把枪吧？那是叫 pistol 或 handgun 啊，或 revolver 啊。哦，我是一个 pistol， 一个 revolver， 所以对两样也可以同时拿两把这个，左右各一把，没问题。没有啊，但是就不行啊。不可能啊，你这个两箭头都出来了，表示你可以啊。你要把左边那个放 revolver， 右边那个放 pistol， 或者是右边那个放 revolver， 左边那个放。没有两个啊。不是我的意思说，你要你把箭头放进去之后，你要按那个叫什么？按那个E 或者 Q 去 switch 它那个杠啊。哦，你要坐在马上啊，你的武器都在马上啊。哦。哦，两个，有两个了。对，你要坐在马上面。哦，两个都有啦。对，然后这个坐 ，OK， 你就按一下二号，按二。哎、欸，你的二号是这个 sniper 啊？哎、欸，拿出来两把枪啊！哈哈哈哈！好 shit！ 应该是我不喜欢这样子，看有没有我买另外一把。Revolver 好还是 看你自己，有些人觉得 Revolver 比较强，那我是喜欢 Pistol， 因为我觉得 Pistol 呢 Semi 的那个是 Magazine 换很快，一秒就换上去了，但是我又觉得它不够 Powerful， 所以我又买了两把那个什么 Volcanic。那个叫什么？Volcanic pistol。但 Volcanic pistol 它的 reload 就稍微慢一点，但它是 accuracy 跟 power 就 so much higher。就是这个是自己的 liking， 我就不知道了。哦，这是200块钱。哦 ，volcanic。对，它 reload 是比 semi 那个 pistol。慢一点，但它比 semi pistol 的那个 power 强很多， accuracy 也比较高。但那个 Scorpio 也不错哎、欸。其实它 damage 稍微。对，就是看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用两把 revolver。反正我也钱也不够买，我把1000多块钱的都弄掉了。Uh-huh. 然后你两个你手上两个都是那个 shotgun 是不是？啊、uh-huh. ，我手上拿 shotgun 都是那个 volcanic 的 pistol 啊。
哦、oh, ，OK， 走吧，走，我就拿喽 ，OK。大晴天 ，I like it。哦，风景漂亮啊！马车，嘉琪，我看去哪裡？我是说，我都不知道。哇，好远哦 ！Holy cow！ 走，红线画了。哦，走错了，要走路，不是走铁路。跑好远了，哎，过来了，他往我们这方向走了，佳琪。我们要 steal 那个 wagon 呢、欸、？Shit！ Steal the wagon 啊？对。要杀他吗？不用杀他了啦。What the blazes? OK， 走了，偷了就走了，不管他。Now you better not。你不上来啊？哦，我上来哈。我操，这上面装的是炸药哎 ！Holy cow！ High explosives， fuck， 那不是一被人家干？走了，黄线走，我把那红线去掉。操，小心是会爆炸 ，OK。这样速度可以吗？可以。
操，哪里拆到啊？哦，前面。哎呀，我走错了。被干了，被干了。抓到了！我跑好远啊！我妈的，发哥！啊 ！Anderson won't come quiet, you know. Take my advice, walk away. Who gives a damn about some filthy goddamn miners anyway? OK， 直接送回去，刚好回到这条路上。These ropes.I'll make it worth your while. God Almighty! 这次那几些人不在家，我们可以等久一点，可以把丢到湖里面再把它捞出来。刚好就回来这里，对啊。把它丢哪里消遣一下。外面太冷了，我坐在那个 post office 里面。Goodness！ 有人进来看了看，我把这个包底这样子丢绑起来，就丢在三个那个 bench 中间。一进来说 Jesus， 他就走掉。啊，我这边。我这边是要送过去还是什么？哎、欸，我要这东西送过去啊！你东西不用送过去了，可以走了，佳琪。我们刚刚只是要混进去，那个马车不用管它了。Bounty 我已经抓到了，我们就赶快走了。你就来我这就好了。Bounty 在哪里啊？就在刚才我们那个小镇上面，你买枪，阿米修枪那个地。
我画一个那个红点 ，OK， 给你。不是，我说你人在哪里？画红点啊，来。我看不到红点，我看哦蓝点 ，OK。我刚才这边一直跟他们干架，我去追了那个家伙，早就跑了，跑好远，我追好久哦，追一直追到铁轨旁边去才抓到他。来了嘛？嗯，说你已经回去了嘛？没有没有，我就在 post office 里面。我不想那么快，因为还有九分钟嘛。然后我想说，他妈的，像你讲的，再耗点时间嘛。就拿着眼睛这样怒，很生气这样怒盯着我，然后我不理他，把他丢地上，然后坐椅子上休息。哎，我就在这，我看到你了。顺便那个，顺便弄枪。哎，哦，没有人哎，枪店在隔壁。是我说那个弄子弹哦，可能被我吓跑了吧？你看这个家伙也看到吓跑了，还问我要不要 cut free。外面有两个人拿着那个枪哎、欸，哦真的、啊，哦，他分钟还早呢，对啊，哎、欸、我把它丢到湖里去，哎、欸、火车来了，不要丢，有手哎、欸、不要丢湖里面，你丢到水里面有手根本没办法那个拿起来了，我就抓了一个人，我掉水里面，然后他太就这样流动，我根本拿不起来。哎，丢铁轨上！哎，火车来，很小心啊！弄死的话，你的帮主就浪费掉了。是。没办法跳上去啊！小心摔死哦！哎，上去！对耶！哦，摔跤了。然后他。火车就停了，谢。我还有七分钟，你呢？我还有6分36秒。哎、欸，跑掉了，又被我抓了。想跑，又被我绑起来了，笑死！哎呀，哇，他那个水都是 polluted。对啊，这边是挖，这边是煤矿。你说这是 coal mine town 是不是？对。可以到人家的房子里面去搜刮东西好了。哦，我直接把它吊死好了，这边可以吊死人。Oh shit， 水管又在摇了。
哇，这个家伙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房间什么都没有。是锁着。哎、欸，没有啊，我在打 game。I have no idea， 老婆仔。啊，算了，撑一把加血们。好累哦。好吧，我再等三十秒，就等到 under 3 minutes， I mean under 4 minutes， 好不好？ OK。这个警察站很奇怪，看着我们在外面台的房顶走来走去。加紧，剩几秒？四分钟二十秒。好、oh, ，OK， 等到你 under 4 minutes 的时候，我再送进去。好笑。哎，没办法交给我哎、欸。可以，可以啊，我丢给你，你来 pick up， 要不要？是不是你？我一说直接交给我不可以， oh. 一定要掉，一定要，你要放在地上，我再捡起来。OK， 多久了？三分钟五十秒。I'm glad you brought them in alive. They're gonna stand trial. There's your money. 哎，也不错，127块。OK， 再来一。The bounty 现在17了。哦、oh, ，nice。我又额外奖金100块，加上0.5个 gold bar， 因为你到了最高的 rank 之后，你的有另外一个东西，你可以一直就是存到某一个程度，那个 rank 那个 bounty EXP 的话，你又可以拿到钱。要抓两个加奇，我们一人一个。刚，我把红的去掉，他现在是有黄线，我把红色去掉。OK， 哇，哇，好远哦 ！My God，OK，Let's、okay, go。你需不需要拿东西啊？你刚刚不是开过枪了吗？好了。OK， 走，加奇这边。哎，听说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预告？我传给你的就是那个 Indiana Jones 那个下一集第六集，还没第五集，第五集。哦，没有哎、欸。对，那个这次叫做什么 Dial of Time 嘛，就是说好像拿着东西说，哇，怎么这么黑啊？哇，马上就变晚上了。对啊，还是那个 Snowstorm。Anyway。听说这里面很厉害哦，Harrison Ford 就是好像拿到那个什么 Dial of 那个 Time 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变得很年轻。哦哦哦，我是看到我不知道是你的还是什么的，那个我是看到他的那个 Trader。对，kind of like a trader， not really a trader， official trader。对，然后呢，他里面变年轻，通通是用 CG 那个 CGI 做的，很厉害。他就变回去，好像三四十年。我们看那个旧的印第安纳琼一样，就是这么年轻了。哦，对，他有一个 scene 很好笑。你记得他那个第一集的时候，不是有人拿那个大刀，他拿枪把他射的吗？啊、uh-huh. ，那个其实不是在 script 里面的。哦、uh-huh. ，他只是拿来开玩笑。然后那个 director 那个什么director 讲说 OK cut I like that 就这样子，所以他跑进去。然后这一次的话有没有？ Uh-huh.
然后是 Harrison Ford 他拿那个拿什么东西有没有？拿鞭子，就是那个 reverse 有没有？然后人家通通都拿枪机啊。对，指着他，对对对。哦 legendary animal nearby。哦，在那边我看到了。对，因为我是那个叫什么，在这里，佳琪，这里小心哦，很厉害哦。现在看不到了。不要，不见了。但是那个音乐还在，音乐还在，可能应该还……我听见了，在那边，这里。可能是 Legendary 的豹子哦，还是什么的？豹子吗？对，应该是，我听到了。在那里？是不是这只啊？那这只是熊，普通的熊而已。打死了吗？没有。哦，这要用 elephant gun 是不是？哦，对，因为它这个很难杀。问题是我没有看到哎、欸。OK， 找不到了，算了。但他音乐还在，他那个音乐代表他还在这里，因为我参加了那个叫什么那个 naturalist 就是可以、uh-huh. 对可以找到那个。我只要到 rank 5我就可以拿到那个 legendary 的那些东西了。我现在好像是 rank 3而已，因为我没有时间做。哎、欸，前面有东西。哦是哦，对对，豹子。但这个不是 legendary 的。打死一个豹子，我就听到有豹子的声音。带这个皮给你吧，你要吗？然后这个不是 legendary 的，但是我是听到有豹子的声音。OK， 他肉没给我，拿了他的一颗牙。哦，哦，那我们去做钢体吧，我不知道找不到，不管他。
我看到一个 turkey， 我忍不住射他。你饿了？不是，别下去啊！一定要走走那个，三个狼打死了，就在路中间，我不知道你要不要。他们追我，三匹小野狼。哦，我已经到了。到了，就在这里。哎，哦，你上来了。这边可以差不多下去了。我看到海盗了。还有人守在外面拿什么熏杠在上面很高的地方，好冷、啊，哇！我在楼下也很冷。在那三个狼身上挖点肉，弄点肉排也不错。把那皮抓掉啊！哦，对啊，我的那个 camp 的那个就是装这些 pelts 的那个 storage 已经满了，我都没有办法送出去卖。昨天我没有 resource， 方方还陪我一起去做，去拿 resource。看到没有？他那上面就站了一个人，有拿 machine gun， 看你是要用秘密的过去还是怎么样。我看你可以看那么清楚啊，我看不清楚哎、欸。哦，因为我的电脑就是调最高的嘛，所以可以看很远很远都看得见。那个 tower 上有个人你也看到了吧？还点了一个灯。看了，对，我只看到，对。这边这个人，可是我一开枪就被他发现了，所以我在想要不要用斧头去把那个机关枪人干掉。我来干他好了。我本人那走后面，夹击这边。Shit， 死掉了。可是大家都发现我们了。是，那没有办法，你要 silent 吗？没事，可以了，干掉了。都出来了。哇，好大，老鹰在天空飞哦 ！Holy cow， 好大一只哦！哇，很多人哦！
切，小心下面来人了，好多人哦，哦在你屁股后面，我打死一个，还有三个，又打死一个。两个bounty都看到了。哦、oh, shit， 我是把bounty杀了，没有吧？没有没有没有。好像跑了。真的跑了。哦、oh、，shit， 跑很远的。两个bounty还在，他们在哪里呢？房间里面好像。是吗？我看他们都跑掉了耶，他们从斜坡跑掉了。是吗？对，都跑到铁轨那里去了。我已经从斜坡滑下去追他们了。哇，我的马不敢走了，太斜了，连。艾斯都滑下去了，要先去抓其中一个，跑很远了。看到其中一个了，哇，跑好远的佳琪。不要把他搞死，是不是？OK， 我再去追另外一个。I'm gonna make you regret this, you dumb piece of shit. 啊，跑掉了，另外一个跑掉了。Damn it, of course this happens to me. 他妈，因为完全是他们两个很奸的，往不同的方向跑，很奸诈。Nah, good lord. Whoa!在抓，这就是想抓，就是射，我没有抓，我不知道他们跑掉了。没事，佳琪。我刚刚就看不对啊，为什么两个开始分头？你知道吗？原来跑掉了。Mother God！ 哇，我被包围了，shit。Oh shit！ 哦，好险，滑下去了。干掉三个人，王八蛋！
sack of shit. 我就在你后面。有人追在你后面啊？有人追，但是还好你继续跑，不要管。Okay. 哦，你前面有人哦，又不见了。Feel free to protest your innocence. Always good for passing the journey. And this is yours. 错，109块，跑掉一个，要不然就有200块。对啊，对啊。That's okay。那我们回来这边接好。OK。嘿，小鸭。嘿，我在他们那个收他们身体的时候，拿到一些皮。这些皮的话是直接到我的 bag 里面，还是在我的 backpack， 他们那个马背上面？在你的身上。如果是小小兔子啊，什么小松鼠的皮啊，鸟啊什么的，都在你身上。那种小的皮是不会消失的，就是说你拉够我这些，我这些皮，我背上的皮交给你还是什么？哦，没有关系啊，你就可以拿去 vendor 那边卖了，因为我的 storage 你忘了，已经满了。你 storage 满了？对，我的那个 camp 的 storage。我不是跟你讲，没有办法，还没有时间拿去卖啊，就越积越多，最后满了。哦，不过昨天我拿了一些 material， 因为他做皮也需要一些 material 嘛，用完之后换完朋友去拿，搞不好我现在又 storage 又有。不过我现在没有 camp， 他刚才已经跟我讲说我的那个 helper 在 camp 里面把我的 camp 已经 pack up 走了。You just let me know what I can help you with. Is that the last thing worked out all right? Come back if you need anything. I ain't working mine.哦，它这有 fence 的地方。哦，对，我也想去买东西，走吧。哎，在哪里啊 ？OK。不知道是不是？是 ，fence 就在这附近，对，没错。哎呀，哦，不是。是啊，就是啊，后面经常来这样买东西的。哦，就是这，是这，哦，对，是这个。对，一个男的站在那里。才是。
get moving. Missy, welcome on back. 啊，这皮也可以在那边卖吗？我不知道哎，我知道很多那个 collectible 可以在那边卖。Do not leave it near the campfire. Oh, another?Three widows, 三个寡妇。Wanted, dead or alive, 要去抓三个寡妇吗？佳琪。好啊。好 ，OK。没有关系，你慢慢的等你买完东西。我看我要把那个 wagon 叫出来了。三个寡妇。啊。走吧。对，我先叫那个车子，看远不远。不要了，到那边再叫去好了、啊。哦，不远的 ，OK， 好。那怎么叫去？那个马车不是很贵，很。很不好控制吧？对，那骑马到那边，你那个比较马比较快，到那边你再叫就好了。哦，你叫完后你要上去哦，要不然那个马车一直跟着你跑。哇，那个马会这样子。先玩自己玩的时候，就是我叫了马，然后我那边走，他的马一直是跟着我，然后就被人家发现。我已经到了。I'm not sure。三个寡妇，今天晚上让他们变成我们的泰坦。哎，等等，我要叫。这边有三个人要被我杀掉、啊！这不知道是三人怎么丢进去哦。他在哪里啊？
This one ain't well for you when I get out of this. Hey, 这个干嘛啊？他们不是寡妇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抓他们。他妈，他来杀我，我把他杀了，妈掉了。这个王八蛋小心哦，他过来就杀我。他会回来哦，他回来了。你要这个家伙啊？哦，是。我跟你讲，他会回来了嘛？我又把他杀死一次。他会再来哦。他在，他又来喽。他来了，佳琪。There they are.是，我都跟你讲他来了，刚好我没有帽子，你知道吗？对不对？他妈的，我跟你讲，我就是没有帽子嘛，我就是开了这个烂马车来，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我的帽子，因为我帽子掉了，我就一下就被他打死了，我已经杀了他两次了。对啊，我拿不到我的帽子了。去杀他，他妈的王八蛋！佳琪去啊，他又来了，他又来了，先去干他。王八蛋！他们这些人这样杀有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我杀了他两次了，第三次是因为我实在是我没有帽子，我刚好，你看到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世界上就见鬼了。我的这个马车是拿不到我的帽子，我帽子就掉了，所以第三次他冲在我没有帽子。这个家伙是谁啊？就是绑在之前，他绑在地上，我把他按泰了。哎，那我们到底在这边找什么？哦，要服役这个家伙啊！这家伙都死了吗？没有啊，这还活着啊，这个死了。哦。God damn it!想要跟这个男的讲话是不是？想要这个家伙应该是这个家伙要 respawn。对。干嘛？还不走？妈的！哎呀，抓不到，坏掉了！不会吧？有可能。佳琪，你的马我坐一下，我看我能把我帽子拿出来。哦，不行啊，对啊，我只能帮你刷刷马而已。A stranger， 对。哎，我的帽子呢？我
我昨天跟那个欢欢打，我们前几天打了一整天那个 Legendary 的 Bounty 嘛，那个女的在里面怎么样都不出来哦，我们用炸弹丢也不出来，用绳子绑也不出来，然后最后用火烧她也跑出来了。没有在找我的帽子。对啊，这个有问题，那个了，就是被刚才那个王八蛋弄到 glitch 了嘛，操他妈的，他不知道干嘛，你知道吗？好像是他帮我们那个 untie 的这个 stranger， 他妈就把我们这个搞 glitch 了，你知道吗？那个王八蛋。真的有鸡巴、哦、，OK， 哇，开了不错，还有还开一个马车来，而且还幻想三个 Vito 今晚变成我的太太，哎呦，我操！哦，看到我的帽子了。哦，这是我的帽子吗？还是别人的？哎，不管。嗯，好过没有帽子。哦，这不是我的帽子 ，but it's OK。怎么办？那只有 reset 了。被这个家伙搞毁了。怎么 reset？ 看看。哎，我怎么杀他？也、欸、不行，杀他哦！可不用火烧他、啊，我试试看、啊。哦，烧不死啊，没用，连射都不能射。对啊。哎、欸，我站在火里面不会受伤哎、欸，奇怪。啊，没办法，被那个小子毁了。呀，真的是那个，他上面就放讲说要 free 他。对啊，被那个小子来擦一下手，全毁了。他，对啊，可能没用啊，不会 trigger 到他，应该给我们一些 hints 吧。所以我们就会告诉我们在哪里，什么东西的。对，哎，不过这边有一小批房子，要不要过去看看 ？OK， 我撞他都可以撞到他，但是没有 response。搞不好女人就在这里。没有 nothing。哎呦，吓我一跳！对嘛，那个我就是那个最其中一个女人应该在这边啦。不是三个 with 那个。Widow 吗？对啊，那你就看这个 Widow 的 picture， 就是一个女的 picture 嘛， oh. 应该这是其中一个。
找到一个 cocaine gun。哎、欸，小妖。嘿、hey。没错，你过来看这里。来了。哎、欸，下楼了。哦，现在没有了。你看这个桌子上不是有一个在你后面？哦、uh-huh。后面，你后面。OK， 怎么了？转身，你看这个不是有一个 pad 吗？啊、uh-huh。刚才那个，你看那个，他刚才一直在转。对啊，这个 glitch 的了。啊，完了！对，就是被那个死家伙，我都不知道他干嘛跑来找我们查。真是王八蛋！算了。没了。叫我的马，我忘了是马车。哎、欸，我老婆不做晚饭了、啊，那个女人不守妇道，完蛋了。哇，11:38了，还不做晚饭，我饿死了。看看啊、哦，他会不会 reset 了？我去看看那个男的。哎、欸，我刚才看了什么东西啊？你的马，哎、欸，佳琪，我坐你的马，我们回去再 pick up 一个其他的帮底哦。走，我把线画给很近，就在这里。哎、欸，哇，这是什么地方啊？哦，你跑这里来了。没有办法，现在都是全黑的。对，我们来。只有 reset 了。对。呀，你随便骑，在这个地方应该有。Oh shit！ 没有一个地方有 bounty， 只有 reset。You're right。对啊。只有 quit the game 再进来好了。以前的人也蛮可怜的，这么冷要在外面这样子跑，还要骑马，马上面也没有暖气。Welcome. How do you do?
本来很开心抓三个寡妇的，被那个小子搞砸了。See you later。被破破那个，被他把我们的情绪，把我们那个什么情绪搞乱了。对啊，不要捷足先登了。OK， 刚好那个 legendary bounty 可以做。他也没有做，他也什么都没做啊。哦，一个上。我们做一个短的好了。不知道做哪一杯，糟糕了，我不知道做哪一个，反正要赚 EXP 嘛 ，right？ 那就做个 ，Yeah， 对，就是他，就是做那个苏尔人的好了，做了之后，然后我刚好也上去吃饭了，我好饿，我的女儿已经回来的时候，在 mall 里面已经买了那个 Popeye 带回来吃了。Coming out. Don't shoot! Your friend the Marshal here. Come to save him, huh? Huh? Hey! Please! Looks like you have me cornered here. If I'm going down, 但是你套还是我套一个绳子。我，你套吧。Okay.
快走开，下去就被打死了。You kill all my men, ruthless bastard. 要往后面走，你忘了？呀、yeah. ，等我想起来已经太晚，我已经穿站在马上面了。重新开始啊！他就 actually 他人就少了一半。原来平时说20个人，他就只有10个人，所以稍微好一点点。后面，哎，我看到他跑掉了。小心狗，我好像打死2只，还剩1只。Nice. We coming up.Don't shoot! Your friend in Marshall here. Come to safety, huh? Huh? Hey, please. Looks like you have me cornered here. I'm going down. He going to.他不出来啊，在你后面。不是我的马不出来，不讲话，在你后面。他现在才出来啊，我在之前我就看到了，之前他在被 fence 挡住了。我走错方向了，没关系，就尽量拖延时间，跑远一点。他们后面一直在射我。
啊 ，shit， 我死掉了。就在这里。My bear, good bear, like Papa's got on you. 我的马呢？You killed my man, ruthless bastard. 赶快过来呀！来，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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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那只是你的？是我的，对呀。我马还在那边，在那边。保重，家庭，先走了。I'll cut you to pieces. 撞到他的马，支持一下，佳琪，我快到了。Yeah. No, 现在这次 OK， 应该 OK 了。Poetic justice, maybe you call this. I call it a good. Come on. I want to meet my new friend. You sure this place? Well, well, well. Is this for me? The cells are downstairs.This here is your end of a good deal.400块，450块，400块，应该有400，450块。哈，才225块。2000-2200的那个 EXP 还不错了。好 ，Bounty Hunter Level 18。哦，不错，很快啊，马上到20了。超过20就是那个什么 Prestigious 什么的 ，Prestigious 那个 Bounty Hunter。不错。What can I do for you?By the way, your handling of that last job was something else. Hmm. 对啊，这
这一个礼拜，下礼拜这个 triple EXP triple money 的 bounty hunter 的 event 就 over 了，我们就可以跑去做那个什么 blood money 啊，做什么其他一些 story 的 event 啊什么的。现在就是拼命赚钱赚 EXP。